由恒基兆业牵头发展的盈海是位于乌溪沙路八号。最近再推出35伙名为海天名地的四房大单位。这个就是位于盈海六座30楼的海天名地单位，单位实用面积1454方尺，属于四房双套连工人套房间隔。单位大厅以太白玉大理石和浅粉红色作为主调，配合客厅墙身的抢眼金色装饰，以及饭厅的乌克兰冰玉大理石墙，感觉既具气派又不落俗套。至于饭厅位置的白人大餐台，就同上方的新式吊灯互相配合，实用之余亦不失型格。此外，单位可以望到开扬的吐露港海景，配合上青葱山景，令人足不出户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气息。至于单位的两间套房，都以大方高贵为设计主调，并同时享有开扬海景。再看看主人房，套厕内以大量云石铺砌，并同时设有浴缸和淋浴空间，配合住户不同需要。单位的细房设计就行简约型格路线，设计师利用一条 L 型层板为房间制造一个多功能工作台和展示位，既实用又美观。回到大厅旁边的书房，由于改为半开放式设计，将趟门打开之后，令大厅的空间感更宽敞。厨房方面就用上三边工作台设计，再配备欧洲名牌厨柜和电器、煮食炉、蒸焗炉、红酒柜和洗衣机等等应有尽有。旁边亦另设独立工人套房。作为马鞍山新晋大型屋苑，为配合周围的大自然环境，屋苑绿化空间总面积达40万方尺，就连平台的行人通道两边都种满植物。盈海单位总数约3500个，会所设备非常齐全，共提供50多项设施，包括一般会所没有的模拟飞行驾驶舱，给住户可以付费学习驾驶飞机。另外，健身室亦设有波绳擂台，室内泳池更长达31米，非常适合喜欢运动的人士。购物方面，屋苑设有商场盈海汇，可以满足住户日常生活所需。至于附近的港铁乌溪沙站，同屋苑只有大概2分钟步程，加上目前屯马线一期已经开通，由乌溪沙站到达启德站不需要半个钟头车程，令区内往返市区更为便捷。